太有好玩的事儿了，什么天天在一起不天天在一起。性教程太阴暗了，会让你不快乐的。而且你学了心理学类的东西，就要接收的。你假如说你做一个心理咨询师，你全都是就要解决别人的心理问题的。我不行，我喜欢快乐的事情。我觉得美术也挺好的，颜料也会让你很开心。但是美术其实也就是表达的东西很多的。你深学之后，你会发现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画，它表达的含义和某一个时代的就很多乱七八糟的。走情感主义路线，我是啥都行，不是什么都行，我不会固定的去走什么情感主播路线、唱歌主播路线，啊，什么颜值主播路线，反正我啥都不差。跟我这种人生活在一起，这一天真是太欢乐了。我全能。我这种就适合娶薇姐啊，就算做不了恋人，娶不到我，给我做朋友也不会亏的。我觉得我真是太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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